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糕仔啊。今次嚟到第六集，集齐铲草嘅初阶系列。咁好啦，都隔咗一段时间冇 upload 啦。咁我前排咧就储咗啲分啦，单抽必中铲，中咗呢个神龙，即系绿色嗰条啊，即系废啲嘅觉醒神龙嘅垃圾版。咁唔紧要都好啊，起码冇重复，集齐咗多一张。咁我今日咧就继续抽，睇下有冇机会合多只铲虫嚟开始。啊，都系嗰句啦，最紧要个双发光啊，攞越多红卡越好啊。虽然唔会期望佢有纸嚟啦，咦，两张，两张已经系好少有啦。纸嘅机会太低啊。好，发光发光。冇喎，嚟咗两次，嚟咗个十连抽中两张红之后，就全部都冇红，都冇红卡。哎，发光啦，发光啦，发光啦！哎，咁耐唔中，中一支。咦，真系中喎，真系中喎。咦，就咁揿反而易中啲，唔全部开晒，就咁 kick 个只牌，再试下先，再试下先。两张。就咁开，再开纸唔中，好似就咁开嗰个感觉会好啲啊！好，抽多次，十一连抽，嚟，然后单抽海底流月，咦，冇红光，得蓝光，冇啦。好，攞晒啲保底先。呢个咩字都冇乜所谓啦，总之都系攞嚟做肥料嘅啫。同埋今日我想测试下咧，因为我早期游戏早期咧，我将一只纸虫咧升到唔知五 level 咧，我想睇下将佢合咗佢咧，会唔会返还呢个宠物嘅经验水呢？但如果唔返还嘅话，又好似好嘥。返还啦，测试下啦，测试下啦。反正摆喺度都冇用，我有只五 level 嘅纸虫，摆喺度又冇用。睇下分解咗佢，即系攞嚟合成啊，睇下会唔会返还啦。如果返还到就好啦，可以攞嚟喂鱼啊。因为我想尽快升高啲条鱼咧，攞啲经验值调保率啊，金币多啲啊嘛。好，而家有五子，我哋合一合啲宠物先。咦？系我近排跳过星际现速先，系咯，突然间咁慢，依家有咩跑多？好，又系练手速嘅时候啦。咁而家我争一只纸啫，有咗只纸就可以尝试合呢个铲虫。合到啦，合到啦，快快手合到啦。咁我有六只纸摆晒落去，咁我其中一只啦就嗱，见到 level 五嘅，我尝试下试下睇下先。哇，今日最好就成功啦，铲成功。成功，失败啊！入边有只，咦？有喎、啊，发送到佢嗰度，有喎、啊，有升宠物嘅材料、啊，有升宠物嘅素材、啊，正喎、啊！咁样我呢个八 level 嗰个可以攞翻啲守护石、啊，咁我要喂我条鱼啊，因为守护石好难攞，咁我条鱼又高翻 level 少少。咁都好啊，今日可以测试到呢样嘢，因为我之前开台一直问过大家，都未有人回答到，因为台服同日服有啲日服同韩服都有啲唔同，咁都好喎、啊，咁我冇咁惨喎，因为我之前啲资源投咗落嗰只纸虫度，因为我冇谂过会抽到条鱼啊嘛，咁而家抽到条鱼，咁梗系喂落条鱼度啦，都好，唔错唔错，有收获，虽然唔中，咁啊唯有下次啦，咁。呢条片到呢度啦，
好多谢晒大家先。咁如果大家未订阅嘅，帮手揿右边个订阅。另外可以share 俾朋友啦，同埋点个 like， 同埋多谢大家支持先。咁拜拜。